最大的特色就在这个腰部的线条，不管你今天是有腰没腰，它都一样有一个马甲腰就对了，然后弹性非常好。其实这个算是有点假收腰，因为它不是紧在身上的这一种，里面是有薄刷毛的给大家，所以呢在寒冷的天气或者在海外的这个微凉的室内都是可以穿的。它是棉质哦，而且是我们 MIT 独家制定款的棉质，没有任何一点皱褶感，白色的东西本来就会透，但是它带有刷毛，所以透光的程度又再更低，弹性非常好，绝对都是舒服的，完全不会有什么勒痕的。我们家的那个 MIT 的弹性啊，好品质好面料大家都是公认的，觉得你自己的腰都直直的肉肉的还是怎么样，你来试试看我的马甲大学题哦，帮大家车了几条线，然后轻套在你的身上，但是呢不论从正面侧面看都是有腰身的，里面呢全部都是刷毛，都是做薄刷毛，让你修身显瘦并且能保暖又时髦。那这个黑色我觉得更明显了，因为本来就有马甲，然后黑色又再更瘦的感觉。这一次我做的长度就是我们今年最流行的，刚好靠在裤头上，不用扎，没什么负担的一个长度，然后呢又不会太大太小，